真是警察。你什么时候报的警啊？啊，大姐，我们没怎么找你啊。我是。看在你们是初犯的份上，小点声，跟我来。你们是阮真真是吧？我是咱们管片王俊海。这两位是区刑警队的陈警官和邢警官。你好，我们是南州市海地区公安局的刑警，他叫邢娜，我姓陈。你扭秧歌呢你啊？这衣服是湿的。快点坐。哥，我害怕。请喝水。谢谢。不好意思啊，刚刚一直在洗衣服，没听见门铃声。这儿能看到吗？能看到。你们可以走了。来，老铁。走走走走走走。哎哎呀哎呀！快快快！快快快你怎么把湿的衣服挂到衣柜里了？